谢谢啊，大夫，没事，应该的。我忙完了，医生说你开过颅，情绪激动睡过去很正常，可能睡久一点，也可能很快就醒过来。睡久点也好，之前那么累。 还有啊，夏夕阳跟郑和他们天天来，郑和摔在垫子上，只是轻命而已。郑和，郑和，郑和，你别杀了郑和！啊，可惜了，我还没死啊。 郑和，高木在正一的办公室里送过摄像头，如果没有了，那就说明又有人去动过手脚了。去海逸私立医院，好像正在修路，就走那条路。 好的。如果想知道真相，冒险是必然的。这不用你说，这是我郑和自己的事情。所以，就算有其他隐情，也是我郑和自己的事，你少管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就有点过了。 高总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我们准备开发的医美部门和林次的客户非常契合，高总应该已经看过策划书了吧？两个郑总都是明白人，我只是在秩序跟友谊之间选择了后者。就让友谊继续吧。这个特别的零件一定藏着什么秘密。 只能通过这个方法交给你们去查了。我爱你，郑和。关于高木，你也不要生气了。
郑和报警了，高梦和他的同伙被绳之以法，张博出院后，也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价。 不是给我妈买菜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顺路办点事儿吗？办事儿倒婚，登记处。嗯，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喜欢欺人太甚，我给你找找出心。哎，你轻点儿，现在交贵着呢。要么。 以后别碰摩托车了，要么进去登记。我东西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逼婚犯法。你不就是想痛快想爽吗？我的银行卡、会员卡、医院饭卡、医保卡、房卡，以后都归你保管了，爽吗？ 杨洋，别把恐婚当作不婚主义。我承认我们经常吵架，可我也很好奇，我们能不能吵一辈子？行了，哭丧个脸，还以为是去离婚呢。 我要回家好好化个妆。我就喜欢丑媳妇儿。哎，菜还没拿呢！想带她去拔高，申请了专利，她去领奖了，现在差不多落地了。 师傅，不需要车了，辛苦你了。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为了不让你发现，这可是我第一次坐动物园。人家不是说了吗？主办方不让带家属。我又不是家属。啊？我是司机，约的车一会儿就到了。你真好。我现在喜欢你的专利多于你。 一会儿颁奖大会，我哥也去，不过你别老抢了。罗曼尼的罗呢？嗯，瞧不起创业小作坊，你要是再不和我签合同，未来几天我就是你的客房服务贴身挂件和失恋后的心理医生。反正我家小鲜肉最近忙得很，一点都不粘人。 我要50%，30%，40%。行吧。哎，这个你怎么找到的？我早上起来在您的口袋里发现的。你知道这个戴这个手指头意味着什么吗？应该戴到这个指头上，订婚。 闪婚行吗？
姐她特别忙，但她隔几天就会让人送花过来，而且每次都不一样。还有小卡片，我看看这次写的是什么。即使闭上眼睛，这世界依然存在。嗯，这句不是原创，这是一个电影里面说的，而且这个电影我们一起看过。对了，丁航跟我说他现在不做狗仔了，而且他的老板就是楚墨。林姿这个财务报告就是个空壳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肩上多几个担子。明天有一个记者会，我就不能在这陪你了。这次的记者招待会办得非常顺利，多亏郑和帮忙。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谢谢。我姐要是在就好了。现在她拍《藏羚羊》更合适。我超级想接夏天姐的，我就知道楚总让我来啊，一定是因为大明星不在。赶紧弄点好喝的。你现在和苏一进展怎么样？你看他哪有要结婚的意思啊。老公啊，结婚的感觉如何啊？还行。负面情绪可是影响胎教的。说实话。嗨，反正就是去买菜的时候路过，顺便办了这事儿，但特别好，特别有意思。
这结婚吧，就是彼此包容对方的缺点，让我们都成为更好的人。老婆，你说的太有深度了。上次领证的时候，苏一发信息跟我说的。我就是这么想的呀。那你怎么不结呀？那结呗。我的天啊，姐，你我介绍的手工珠宝店哦。别太得意啊，我不过就是想名正言顺的在你身边白吃白喝。撤没撤回，还不赶紧带上。白吃白喝，没有问题，终身免费。干一杯呗！干杯！干杯！怎么了，老婆？洋洋，你怎么了？老公，我又要射了！啊啊！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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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啊！快走啊！作品陈列是免费的，还会定期举办沙龙，提供媒体资源。这也是我开店的初衷，想搭建一个当面交流的平台。苏老师，凭您的实力，明明可以和成熟的艺术家合作，为什么选择我们呢？和成名艺术家相比，我更想和年轻艺术家一起成长。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，就是共有记忆。它像契约一样，值得信赖。孙老师的做法也是一种行为艺术呢。这里怎么连服务员都长得这么帅？还是免费的呢。少喝酒，多喝茶。孙老师都结婚了，还这么有魅力啊？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再联系。你跟我这样，就不怕你老公知道？我跟他在一起久了，总得找些刺激吧。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刺激啊？你猜。那个位置有人了。你根本就是自己一个人，借我躲躲狗仔怎么了？你知道你这样很没礼貌的。要是换了别人，会觉得非常荣幸。我不是别人。对，你不是别人。老规矩，面给您泡好了。谢谢。那个不是你的吧？别的小朋友都睡了，你怎么不睡啊？啊！你每天都黏着他，现在他才是我的。
那他什么时候是我的？一会儿。我是我自己的。小郑和，不礼貌啊！不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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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累了。干嘛最讨厌？我哪里讨厌？就是讨厌。唉，遗传了郑和的无奈。唉，遗传了下西洋的蛮不讲理呀、啊。小孩儿，别吓着他。吃了太胖，不吃饱哪有力气生小孩？我吃，我吃饱最重要。以前人家都会说，这是李氏集团董事长李家上的夫人。现在人家会说，这是艺术品幕后推手苏老师的先生。哎，看来我还是得留点秘密啊。你还有什么秘密啊？你还记不记得爸爸日记上写，你小的时候把一个小男生头打破，还让他叫你木哥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。哎，我这里就有个疤。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了，你还有什么秘密吗？嘉少，我还有最后一个秘密。你干嘛突然这么严肃啊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什么意思嘛？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什么变化？牵着你，心就回到了家。不管人世间多复杂，你就是我的那个他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。总是不经意，偷偷想起你，关于你的点点滴滴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。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时间把岁月追赶，一场梦从前变得行色匆匆，都还在向前走，彼此却没有了肩并着肩的温柔。也不是所有联络都失落，不约而同，言不由衷，只能做彼此的观众。散场的拥抱有始无终，握紧我不放的固执感受都落空。你无心一句话就让情绪全翻涌，少说一点安慰的多，一点好受爱的都别说出口。只怪我不懂得怎么唱这首情歌，只怪我不懂得怎么祝福你快乐。距离让合照褪了色，心还在。
再炙热，四季变换了，遇见心跳还有几个，只怪我不懂得太爱却失去资格，只怪我不懂得距离像一条银河，责怪有的列车你写下了卡，只留下了时间陪着我愈合。